说这个为什么？啊，姐，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边？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写正南榕说过来就是咱们的代志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想？因为正南榕之前有讲过，我过来就是问的代志，然后我觉得刚好呼应到现在政府的作为，对，然后真的是剩下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真的要站出来，对对对。因为我觉得这不只是经济上的问题，对吧？因为十年后不一定，十年后五年后，我们可能就是被中国，他们不用武力，他们用经济来瓦解我们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就像让就是大家年轻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义这样。因为这南榕是我们的民族先烈烈士，对吧？是，那请问你是学生吗？你不是学生，所以你认为说不是学生也要来参加这个活动？因为我觉得是全民公民的运动，对。是，好。因为我觉得学生这一次去占领立法院，我觉得因为没办法，政府他们太那个，对，所以一定要采取这种方式这样子。所以我不觉得是违法。你不觉得是违法的？因为。革命没有违不违法，没有分违不违法的。啊，是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很有正当性，是为了反中国而反中国。对。请问你是从哪里上来的？我没有，台北人。啊，你是台北人。请问一下，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从台北的方向往东走。你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，里面是什么状况吗？哦，因为我们刚刚也是刚到而已，然后走到好像中间的时候，他说在已经进不去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就叫我们就是延伸到善导寺。然后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个工作人员又说善导寺那边也进满了，叫我们延伸到那个国父纪念馆。对，延伸到国父纪念馆。这里到国父纪念馆很远呢。很远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怎样。所以等于是游行吗？也不算吧，我不晓得里面的状况，就是现在已经进不去了。哦，听起来如果从这走到那边的话，就等于是一个游行。对啊。游行的形式。对。政府的压力啊。OK， 好，那你会真的走到国父纪念馆吗？很远呢。对啊，就看民众有没有这个国家，真的要延伸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关系。反正我觉得就是一小段。很多赞呢。还好啦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请问你们是要走到国父纪念馆吗？我是公民记者，我是 Pet Boy 公共电视新媒体部门的公民记者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你可以上我的网站看，我有一个专题是政治，然后一个写一个横线，然后写反服贸。欢迎你看我的报道哦。好，谢谢。这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要去哪里吗？没有。听他们说里面满了，那我们要去。那有人说要游行到国父纪念馆，您会去吗？会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请问那里面满了，你们要去哪里吗？中正纪念堂。你们要去中正纪念堂啊？好。
先讲，这冷漠。请问这位先生，你也是反服贸吗？哈，那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那边的。哦。弄什么网购？不是要消啊，我又没在里面当厨师，也是。你看我消啊，老弟。哎，我看到你举手了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三位穿白衣服，你们是挺服贸的吗？反服贸。反服贸。啊、哦，因为我听说穿白衣服就是挺服贸，穿黑衣服反服贸。没有，不是。啊，好好好。没有啦，那是昨天呐、啊，今天哪有？今天都是全部都是挺的。今天来这边都是挺的，挺服贸，哎，反服贸都是反服贸、哦。今天来这边全部都是反服贸。啊、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是昨天才是服贸。哦，这样，好，谢谢。哪有人？哦，了解。